瑜伽熊，你抓不到俺的。蒙住眼睛，俺照样找得到你。就熊二那熊样，肯定抓不到俺。那是抓到你了。服不服？不错，有进步。必须的。熊二，你看那边。他们这是在干啥呢？他们没事吧？走，看看去。你国王还要坚持多久啊？才一分钟就说自己不行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嗨，你俩这是干啥呢？哎呀，这造型挺别致哈。熊二，你干什么？羊羊。熊二，你为什么打扰我练功？练功？难道这不是新发明的游戏吗？年轻人呐，这可不是什么小孩子的游戏。你能好好说话不？其实是我们正在修炼很厉害的功夫。是的，是的，这是我们从火车站的东墙脚下的草丛里的破杂志上的文章里学来的。真的这么厉害？嘿嘿，这可是相当的厉害呢。据说啊，是由印度人发明的一种很厉害的功夫呢。毛毛，别打断本王的话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这么神奇的功夫叫啥名字呀？这功夫就是传说中的瑜伽。鱼虾，听上去好好吃的。哦，是瑜伽，练成后可以让你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哟。你看，我可以舔到自己的鼻子。不要侮辱这门艺术。你们别听他的，瑜伽勤加练习的话可以让体魄更加强健，就像本王这样。哇，好厉害啊！俺看学这个应该可以强身健体、减肥了。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哦，教你们可以，不过学费什么的。哎呀，练完琪琪教的瑜伽，还真是一身轻松呀。是啊，看来还是有点用的。哎，对了，最近森林好安静呀，总觉得少点事儿。好像是有点不对劲儿。手高头强了，他好像好久都没来砍树了。难道他在家里密谋啥砍树的计划？哎，他不来砍树，那不更好吗？你就别瞎想了。难得森林这么安静，咱们就应该好好享受享受。说的也是哈。有情况，熊大，肥布，你这是干嘛呢？这个说来话长啊。什么？前两个月的工资您都发了？啊？还给我放一个月的长假，我不会再做梦吧？痛痛痛！是真的，是真的！哦耶！发工资又放假，太好了！飞波，你知道吗？李老板这次发了工资还放我的假，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休息。这些零食足够我吃了。好搞笑的动画。雷波，帮我拿一包新的过来。谢谢啊。哦，对了，肥布，再帮我拿杯饮料过来。肥布，
再帮我拿个苹果。哎呦！该睡觉了，不用工作真好。嗯。肥波，帮我把电视打开。肥波，帮我把饮料拿过来。肥波，帮我把薯条袋子打开。肥波，帮我穿下鞋子。肥波，肥波，肥波，肥波。电视真好看，太逗了，太逗了！哎呀，走开，走开，没空理你。所以我就自己出来找吃的了。这个光头强咋变得这么好吃懒做了？光头强再这样下去，早晚会把身子弄垮的。走，咱们看看去。这才半个月不见，熊蛋。俺听说肥胖会得糖尿病、高血压啥的，光头强再这么胖下去，哎呀不行，俺们得想办法帮帮他。你们又来我这捣乱。走喽！站住！光头强，快来追俺们呐！快点！追俺们呢！追俺们呢！好啊，你们两个，别跑！站住！光头强，咋不来追俺们了？哎呀，对了，熊蛋，吉吉前一阵子好像胖了很多呀。哎，可不是嘛，就是因为暴饮暴食，然后就经常头晕、胸闷、呼吸困难、全身无力呀。哎，太可怜了，幸好他跟俺们一起练了瑜伽。自从他练了瑜伽，这头也不晕了，胸也不闷了，一口气能绕森林跑五圈了。看来我要减肥了。哎，光头强，你干啥呀？哎，你们能不能也教教我那个瑜伽呀？好呀。光头强，你跟俺学哈。光头强，快跟上啊！快点，跟上！对，再坚持一会儿啊！太好了，我终于瘦下来了，熊大熊二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没啥，不用客气。真的太谢谢你们了。喂，光头强。啊，是李老板啊。是是是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去砍树。李老板再见。砍树去喽。再见啊！再见啊！再见！砍树！
郭冬强，不许看书。卡牌风波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！新出炉的葡萄干大甩卖喽！买好吃的葡萄干，便可随机得到最新的游戏卡牌嘞！妈妈，吆喝的声音再大点儿。是，金鸡国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每袋葡萄干里都有最新发行、超炫超酷、无敌劲爆的卡牌喽！除了必中普通卡外，还有可能获得更高级的金银卡、英雄卡。甚至是霸王卡、帝王卡、至尊 VIP 卡，只需三个苹果，又出新的卡牌了，现在就去拿苹果换。午饭准备好了，这就叫熊二来吃。熊大，哎，回来了。熊二啊，啥时候这么急啊？太好了，熊大，苹果剑用一下哈。熊二，你干啥呀？那可是咱的午饭呢。卡牌，我来了。这么多人呀，千万别换光了呀。妈妈，给俺来一袋葡萄干。哎，会不会排队？会不会排队啊？啊，后面的往前上。来来来，对对，不许插队，不许插队。哼。哎，现在就去排队哈。欢迎下次光临，下一个。耶耶，我中了，中了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，耶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蹦蹦，你中啥了呀？我中了霸王卡。啥？霸王卡？是那个带着五颗星的霸王卡吗？据说要中那张卡几率很小的。不信你看。不是吧，运气这么好。相比之下俺的运气就差多了，都坏掉好几筐苹果了，也才只有一张三星的精英卡，剩下的全是普通卡。哎呀，熊二别着急，慢慢来嘛，高级卡总会有的。没错，俺就不信了，蹦蹦都能抽到霸王卡，俺个头这么大，今天也一定能抽到好卡。俺来了。俺咋那么倒霉呀，就是抽不到呀。太倒霉了。熊二，熊二，你看看你，好好的苹果不吃，换来了一堆这些没用的东西。你说说看，今儿午饭怎么办呢？那能咋办，不是有葡萄干吗？就这种劣质葡萄干能吃吗？谁说不能吃了，俺现在就吃给你看。这啥葡萄干呀，真酸，好难吃呀。哎，你也觉得不能吃吧？除了今天你刚换的这些，还有之前的这一筐，你看咋处理吧。这个，哎呀，不嘛，俺不要嘛，俺要霸王卡，俺要帝王卡，俺还要至尊 VIP 卡嘛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熊二，消停点，不就几张卡片吗？俺给你几张。是霸王卡？真的是霸王卡？太好了，俺也有霸王卡喽，霸王卡。俺现在就拿给蹦蹦看去喽。哎，又跑了，这个熊二啊，啥时候才能长大呀？霸王卡，俺的。哇，霸王卡，好厉害呀！这算什么？给你们看看我刚抽到的卡片。你们看。这莫非是传说中的闪卡？闪卡？据说闪卡只有1%的出现几率，而且比霸王级别的卡片还要强韧一倍呢。哎，这可是霸王卡，咋可能输给你呀？只要出示这张牌，就可以发射电流击倒对手。不是吧？厉害吧？你的运气真是太好了。俺也好想要呀。熊大是哪弄来这张卡的呢？俺回家问问去。嘿嘿。啊！
哇，这种质量的葡萄干也能吃？也不知道熊二想啥呢，把苹果都浪费在这些没用的卡片上。哎，熊大，熊大呀，熊大，你还有没有卡片呀？没了没了没了，就这些了。熊大，你就再给俺点嘛，好不好？你好好的饭不吃，玩啥卡片？多大岁数了，还跟小孩子一样啊？你就帮俺最后一次嘛，俺保证好好吃饭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求俺也没用，不行。哎呀，求求你了嘛，熊大。哎，放开啊！都说了没有了，你还……好吧好吧好吧，你说的那些卡片啊，都是在光头强家附近找到的。安心，熊大，谢谢你，俺马上就回来。这个熊二啊，闪卡呢？俺的闪卡呢？在哪儿呀？闪卡，闪卡。咋这儿也有葡萄干呀？难道姐姐拿过头强丢掉的葡萄干给俺们？太棒了，是闪卡，闪卡！俺也有闪卡喽！熊二。好你个熊二，竟敢乱翻我家的东西，看我怎么惩罚你！站住！这卡片好像是李老板给我的那箱过期葡萄干里送的吧？触发时出现一个光圈，禁锢对手。他居然喜欢这小孩子的玩意儿。闪卡呢？俺的闪卡呢？俺的宝贝闪卡。耶！熊二，我就知道你还会回来的，看看你脚下吧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大狗熊，你已经触发了闪卡的效果，只要你站在圆圈内就没事儿。一出圈子就会被电击，不要轻举妄动哦。其实就是普通的粉笔画的圈而已，给他点厉害瞧瞧，让他别再来我家翻东西。熊二，接下来我会把你送到马戏团去，那么我这个月的伙食费就不用愁了。马戏团？在马戏团你就吃不到蜂蜜，吃不到蜂蜜呢？然后再把熊大爷一起带过去，这样你们就妨碍不了我砍树了。你太坏了。早知这样，当初就不出来找卡片了，都是俺不好，熊大俺错了。快点起来。干啥呢？太好了，熊大你来了。快走吧，小心被光头强发现了。可是俺不敢出这个圈，一出去就会被电的。你看看你啊，叫你收集卡，出事了吧？知道错了。熊大，你快想想办法嘛！快上门！好穷！每次都是俺给你想办法，你倒好，总是给俺惹祸。不许再有下次了，知道吗？是是是，俺记住了。这到底是啥玩意儿啊？熊大你别碰。这个圈是最高级闪卡的禁锢功能，比俺这个卡还厉害，碰到的人都会被电的。俺明白了，熊二，放心出来吧，这只是用粉笔画的圈圈而已。啥？真的？快走，没事的。希望大狗熊这次能吸取教训。熊二，要不是俺，又出事了。谢谢熊大。这就叫玩物丧志，懂吗？哦。这机器也真是的，
俺得找他好好说说理去。就是，姐姐把俺的卡片还给俺。啊？不，把俺的苹果还给俺。